过空拍俯瞰远离火车站前大街，灯火通明，地下密密麻麻都是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每年农历7月29号聚集举办普渡鬼门关夜市，演变成院里镇特殊传统，但今年市场管理委员会却突然在活动前10天喊卡。今年夜市涌入大量人潮，顾及夜市人潮众多推挤问题，考量民众安全，今年暂停举办夜市，农历7月29号禁止摆摊。这个是个新建议，是一定要办的，最好办是比较好。办了我摆他妈怪怪，怪什么呀？我把娱乐节目嘛，把它今天29号今天。大陆是封锁的，跟那个又没有关系。那凭什么不让人家摆摊？就很奇怪。那大甲市场封路的时候有收保险吗？消息传开，立刻引起部分摊商民众觉得可惜，一直以来的传统难道就要断在今年？不少人纷纷留言公所举办啊，这就是苗栗不会进步的原因，换在别的地区抢都来不及，太多不办的怪理由。市场这边也陆续去接到了很多热心的镇民朋友跟市场的朋友啊，提出一些希望一起来看来把它接办。苑里镇公所表示了解摊商还有民众觉得可惜，目前有人出声愿意接手协助举办相关保险活动的资料还在跑流程，希望让院里鬼门关夜市的传统得以延续。但新闻陈敏豪、黄文忠、谢云珍苗栗采访到。